OK， 来看一下今天小狼给大伙儿带来来自于奈雪给大伙儿表演的沙罗曼蛇这么一个速通啊，它是比速通第二的记录快两秒钟啊。这个两秒钟啊，对于这种飞机类型游戏呢，其实就是在 BOSS 啊打 BOSS 的细节上有问题，因为你看这个地图它是慢慢往前走啊，对不对？你想快你也快不了，对不对？那是没有办法啊。而且沙罗曼蛇的音乐非常好听，我估计现在你们听到的音乐比较少，我把音乐调的大一点。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声音和音乐的声音比较正好，那我就正好啊。如果要是哪个声音大哪个声音小的，跟我说一声啊，跟我说一声。沙罗曼蛇呢是 FC 游戏当中我狼童年的经验。我小的时候啊，这个我小的时候玩这个游戏，就是打飞机游戏，我只玩这个游戏啊，偶尔会玩点什么1943呐、啊，什么中华大仙呐、啊，啊，还有那个冰封之类的，偶尔吧，啊，对吧？飞行射击类型游戏啊，你沙罗曼蛇，我小时候玩的都是玩那个改版，什么改版呢？一上来我就有那个保护罩，保护罩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呢如果不中子弹的话，我是不会死的。我撞到敌方的飞机，他会死，而我不会死。但是我撞到子弹我会死啊，就说这个意思啊，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然后呢，它是宇宙巡航机的这个外传。什么叫外传呢？说白了啊，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啊，举个例子啊，我们看火影忍者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宇宙巡航机一，这样对吧？就叫宇宙巡航机一，就叫火影忍者一，对吧？宇宙巡航机二叫火影忍者二，同理三就是三。但是这个沙罗曼蛇就可以叫，比如说叫火影忍者。啊，这个外传啊，比如说什么啊，比如说雷影真传啊，腿影真传之类的啊，什么长侍郎小传啊，就类似于这个意思。但是没想到沙罗曼蛇特别火。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就音乐来讲呢，其实都是一样啊，沙罗曼蛇也是用了宇宙巡航机的这个音乐，而且是一毛一样的，只不过呢就是每一个游戏的这个都是有一些变奏，而沙罗曼蛇的变奏呢特别好听啊，真的是特别好听。而且但沙罗曼蛇跟宇宙巡航机还不太一样，它没有宇宙巡航机的功能啊，就是没有宇宙巡航机多，而且呢宇宙巡航机还有奖励关卡，它没有，有一些穿越地图还比它大。然后呢宇宙巡航机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说吧，就带的小崽儿可能也多一点，咱们这里带俩小崽儿差不多了。功能呢就这些，一共有那么几种力量。然后呢它的这个比较黑暗一点啊，因为你看这个沙罗曼蛇呢基本上都是比较邪恶系的 BOSS， 而且有的地方呢都挺恶心。哎呀我这个嗓子啊，而且呢非常黑暗啊。它这个游戏就是类似于你看火影忍者里面木叶村啊都一片祥和啊，都比较放松啊。但是呢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好的，你看他这是利用了一个小 bug 的感觉啊，直接穿到下面去了。第一关的 boss 打这个游戏啊，记住啊，所有速通的时间都是这个 boss 打的速度。第一关呢就是一个大脑呢长了一只眼睛，然后呢还伸出两只手，那个手呢还能从这个上方绕到后边啊再绕出来。怎么才能把它打得最快啊？怎么才能打得最快？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之所以排名第15的记录呢是25分钟40多秒。好，等他把眼睛睁开啊，不要着急，慢慢勾引他。睁开了，直接碰掉。OK。哎，你们都猜到了啊！你们好恶心的，你们。好，这关的音乐我最喜欢，兄弟们。好 ，OK， 接下来呢就是传说中的循环了啊。就是说小的时候 FC 的音乐啊，咱们管这个叫无论是什么巴比特音乐啊还是什么的啊，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
做游戏的人啊，用这么简陋的这种啊方式还能做出这么好的音乐，我说实在话啊，真的不容易啊。音乐是一个电影也好游戏也好的灵魂啊，而且真的是灵魂，画龙点睛之笔啊。这关的音乐是沙罗曼蛇当中我最喜欢的音乐，因为它就有点对这种有一种憧憬啊，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很幸福的一种感觉啊，就是很愉悦，不是那么阴霾啊。而且这个跟大家伙讲，你看这个沙罗曼蛇呢，它还是一个又有这个横版又有竖版的这么一个游戏，每一关都会变一变啊，就跟这个超级魂斗罗一样啊，对吧？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给你一种错觉啊，第三人称视角的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错觉啊，就往里走，那么走啊，就是那种哎那样的，有一种纵深的感觉啊。但事实上就说这个意思啊。OK， 这一关的艺术成分很高的。其实这个游戏啊，我跟大伙讲，音乐啊，真的是都是宇宙巡航机里的，因为它毕竟它也是官方承认的外传啊。但是宇宙巡航机，我觉得音乐没有沙罗曼蛇好听，这可能先入为主吧。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也玩不着宇宙巡航机啊，你别看宇宙巡航机也是一个容量不大的一个游戏，但是呢它可能就不像这沙罗曼蛇。你小的时候，你像我们玩这个游戏都是什么呢，都是那种叫什么就是100合1啊，什么999合11000合1，它就是有时候这个容量越小它越好啊。一般来讲什么小蜜蜂啊，第一个游戏超级玛丽小蜜蜂，有的游戏还能给你点什么赤色要塞绿色兵团，很少有那个什么双截龙啊什么之类的还容量大的。好，可以看到秒掉一个，秒掉第二个，第三个，好，还得再往前走，噔噔噔噔噔噔，感觉这个小崽儿特别狠啊，可以给自己加两个小崽儿。来看看这关的 boss， 来大风车，这个就是游戏机嘛，这就是这个咱们日版的。好的，顶过来，冲过去一撞 ，OK。这个日版的这个 FC 的机器啊，跟这个风格非常的像啊。真的啊，就是非常的像啊，红白机嘛啊，就为什么叫红白机，大伙儿知道了吧？啊，就这个啊，红白机。他们合的越少越贵，比如说什么8合1、4合1、2合1，这都对吧？如果这一个卡里面只有这一个游戏，那更贵了，懂吧？啊。没一版没有啊，这不是有两个了吗？可以带两个小崽儿，但是宇宙巡航机就可以带三个啊。这关的音乐也是属于，稍微励志一点。OK， 哇，这是。这个地方有点像什么太阳右班，是不是这种感觉啊？跟加纳战机那关差不多。加纳战机不是，加纳战机是竖版的呀，是吧？你们说玩火那个关卡是吧？对吧？那是火的关卡啊，这给了好多这个补给的这个道具。小时候管这个道具啊就小太阳，然后每一个功能小时候都不太懂。我小时候玩的版本就是变态版嘛，就跟那个超级玛丽似的，你可以一上来就是5-1，一上来就是7-1的，懂吧？然后结果呢，我玩那个沙罗曼蛇，一上来就是有保护的这个，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这个保护怎么调啊，就是，对吧？据说还有的版本一上来全满的，一上来俩小崽，然后呢，对吧？你的这个功能全满了。冰封还好吧，小的时候我就印象最深，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游戏，我就知道啊，那个云彩里面有个铃铛，你打那个铃铛，铃铛会跳起来，然后还会变颜色，我就不知道那个铃铛是什么东西啊。后来我知道啊，就是那个游戏叫冰封嘛啊。当然了，跟大家伙讲啊，这个游戏
看在速通这一块儿，他没办法。你就是你攻击力再强，你再猛，你也没办法，你就要等地图自己走。所以说还是要看打 boss 的速度，对吧？只有打 boss 的速度啊，才能搞定一些。你如果说打 boss 慢，那就没招了啊。好了，看看，接下来是 boss 了。这是一个哇瓦龙，你说这个龙长得像跟那个什么挺像是吧？好，他这个设定太赖了啊，这个设定，对吧？我撞到敌机我不会死，敌机被我撞爆，而且是秒，我你妈，这个设定是无敌的。你说这谁正儿八经打 boss， 对不对？谁正儿八经打 boss， 对吧？我撞死他就完了呗，打什么 boss 啊，对不对啊？这关的音乐呢是有点那种诡异的音乐啊，它的半调非常多，是吧？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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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彩晶1945没有，但是刚出了一个记录是彩晶1900，1900跟1945有什么关系？你看这里面是不是外星人的肉体啊？又有什么？这是大脑啊、大肠啊、血小板的，你看，对不对？速度变快，啊，考验你的驾驶技术啊！撞墙死啊！这大脑还是大肠啊，兄弟们！传说中的那个一个长得天眼叫松果体，然后呢，这个东西叫灰白质，哎。宇宙巡航机的音乐，因为他们主旋律都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个人感觉沙罗曼是很好听啊，我实话实说，宇宙巡航机的跟它的主旋律是一样的，但是在变奏的方面上呢，可能每个人爱好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在变奏这一块呢，这个沙罗曼蛇稍微好一点啊。1943前两天我不解说过一次吗？1943它主线居然是讲的是什么董卓号，就是它那个 boss 都是三国人物命名啊。好，这个地方可以卡，哎，那贴着墙边走啊，非常的赖，这是神经网络。都是细胞啊，感觉这个宇宙啊，他们这个宇宙可能就是人身体里的某些东西。你比如说像咱们啊，咱们生活在一个地球里面啊，比如说咱们生活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可能是某一个人身体里的一个细胞，对吧？大家伙都知道啊，人体里面一共是有40兆个细胞啊，40兆个细胞，可能就像个宇宙一样啊，对不对？咱们可能是某一个生物的大脑里面的一个细胞，而且这个细胞呢是一个地球那么大啊，对吧？好，来看看这个羊蝎子，哎，这羊蝎子肯定好吃啊，对不对？有没有兴趣报考德云社？20来岁还行啊，你就是你快40了，扯啥呀？意思我们都是细菌，我们都是夸克，都是普朗克长度啊。来看一下小骷髅头，哎，真是不是这个游戏的 boss， 哎呀。跟大伙说啊，你要真说人是
细菌，那细菌可能比细胞要大很多啊，兄弟们。那不说人是金子，不是虫子的话，就好比咱们现在看到一个虫子，咱们会觉得这太低级了。说白了，咱们跟虫子可能都不是一个次元的，你都不知道它要干什么，对不对？但是你说虫子怎么样，我先不说。但你会发现啊，这个人类的智商可能赶不上病毒。那比如说新冠病毒啊，艾滋病病毒，病毒是有智商的啊，它会变异啊，变种啊，对吧？它为了要生存，它可以考虑的，对吧？你比如说现在，人类要想在地球上生存，对吧？它就要保证地球上的生态环境要好，对不对？要维护生态环境啊，保护生态链啊。如果某些动物灭绝了，可能造成生态上的这个缺失，到时候地球就毁灭了嘛，是吧？想要去改造一个火星，那人类可以用几百年的时间，如果科技到位了，可以改善火，对吧？先把这个火星的这个两极啊，这个先弄好磁场，把磁场弄好，弄好磁场了之后呢，再把这个火星啊，这个改善它的大气环境。然后呢，过了这么几百年，啊，咱们通过人为的干预啊，这个火星的这个就可以适应咱们人类生存了啊，对吧？大伙儿，我只是吹个牛逼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这个科技。因为咱们现在呢，这个人类的这个文明等级可能才0.73级啊，还没到这个一级，甚至是没到这个，不是，没到这个二级，甚至没到一级。一级呢，掌握行星资源嘛，对吧？如果什么时候咱们一级文明了，可能就能改善火星环境啊，几百年就可以改善好了啊，就说这个意思嘛，对吧？那一样啊，那你好比病毒啥的也是啊，对不对？他也是啊，他也咔咔改善呢，对不对？是吧？他觉得，哎，我们寄生在人体内啊，我们这么多宇宙这么多，他在他的世界里面，对吧？这么多人。好，这个音乐其实最好听的啊，一个奖励的音乐，三个怪，这三个怪你要把它打死，然后就可以，你可以听到非常好听的音乐啊。但是结果呢，你懂的。好，这又是这个埃及风格了，是不是？这是光明会啊，共济会啊，共济会。是不是这共济会太狠了啊，手里拿一个酒杯，拿一个石锤，是不是啊？小时候还直播过，直播啊，直播啊。你这么喜欢这个玩家，你应该了解他的这个过往啊，对吧？你应该比我还了解。你快跑我这问一下，我严重怀疑怪怪的啊。哎，这人什么意思啊？这个鲨鱼浪浪真是有病啊。我说啥了啊？是不是精神病？不是，我不太懂啊，我不太懂。这个超管是不是有点大病啊？你好大的官威啊，包大人！啊，如果再让你当几年官，恐怕连皇上也不放在眼里了。啊，皇太后，你是不能说啥玩意儿，不能说，逼逼赖赖的，一天天的。啊，你看这都有点类似于像，你看这个三角的这个东西，有点像那种啊，这个啊医学里面常用的这种东西啊，是不是啊？这个化学元素啊什么之类的啊。好，这里面最嘚的就是 boss 啊，兄弟们， boss 所有的 boss 基本上只要一亮相就是一招秒啊，对不对？来看一下这个法老头像，这砖块卡卡往下掉啊。当当当当，刚亮相光一下撞死了，多嘚儿啊，你说，对吧？好，赶紧的吧，真墨迹啊！反正我就一下就梗的手，这扯啥呀，对不对啊？好，来看看这有猪啊，这个啊，好，直接怼死，我靠！没有，没撞死啊，他这个身上有那个有求道欲啊，
他身上有球斗玉啊，不太好整啊，所以说还是开枪整死好了啊。那很多人就是，就无论是埃及神话还是什么，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壁画啊，还有一些这个石墙上的画里面的标，对吧？有一些这个都标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是吧？什么蜥蜴人呐、啊，什么牛头人呐、啊，啊，牛头人是真的是牛头人啊，不是 NTR 啊。啊，牛头人呐、啊，或者说是什么的啊，对吧？这个就是可能觉得他们的文明，他们所谓的神，可能就是外星人，对不对？你看现在人类也有基因编辑的能力了，对吧？咱们可以这个通过基因编辑啊，编辑出一些植物出来，让它呢非常适合在地球当中高速生长，它的能源转换比、能量转换比可能是100%的，就跟那个大肠杆菌似的啊。对吧？大肠杆菌的这个它的能量转换比啊，无限接近于100%啊，所以说非常的变态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基因编辑的话，把人类基因工程编辑一下，可以把人类跟这个很多动物的能力结合，那超人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啊？把人类跟蚂蚁的动物结合，跟蚂蚁的这个能力啊，什么什么大象的能力啊，什么之类的，是吧？啊，同理呢，比如说能编辑一下，这个人永远不会得病啊，不会得癌症，不会得什么病毒，是不是？对不对？就可以编辑的啊。那你说古老的时候，可能外星人来到地球，发现地球一堆大星，一堆那个黑猩猩，对吧？哎，瞅一瞅啊，这个地球啊，这个给它基因改造一下啊，就跟咱们现在玩那个玩很多游戏似的啊，有很多游戏是吧？什么养成对吧？你可以编辑的，你把这个人物的属性编辑一下，攻击力多少，防御力多少，对不对？啊，对吧？它的移动速度是什么样？它可以爆什么东西？是不是啊？是吧？就一样的啊。创造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叫太阳系，对吧？这个、太阳系啊，中间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一个坐标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有个行星，这里面有个地球，地球上有人类，人类我给它改一下啊，加几个人种，对吧？有黑皮肤的啊，但是呢，最开始他先做了一个黑皮肤的人，我觉得黑皮肤好看，后来发现呢，这个黑皮肤不好看，他又不想重新做，因为都是工程师嘛啊，他没有必要重新做一个嘛。他就拿这个黑人的那个基因呢，重新呢，他就哎把基因的基础模式套上来，只是把他的皮肤改成白的了，啊，什么眼睛改成蓝色的啊，或者棕色的眼睛，啊，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啊，就随便改嘛啊。牛头人是什么？咱们就全世界啊，很多的神话啊，这个都是很多神话，全世界很多神话里面都有大洪水，都有这个神。这个神呢多半啊什么呢，就是这个人这个人身，对吧？这个人的脸，对吧？人的上半身，蛇的下半身啊，然后还有这个牛头啊，就长一个人的身子，但是头是一个牛。就无论是中国神话还是什么阿努纳奇啊，还是什么埃及啊，还是什么的欧洲啊，希腊都有这种。OK， 看似倒是最后了啊，但是这个最后的话呢，这个地图呢打死之后呢，咱们会有一个快速缓冲的这么一个啊，虽然说看起来要躲，但是我告诉你有个简单的技巧，你只要第一时间走到最上面，第一时间走到最上面就不怕了，那你就可以，你不用躲了，你就很简单嘛啊。噔噔噔噔噔，来房管把那个2016封一下啊，别来了。好，走到最上面啊，等等，这个地方是没办法，他墨迹你只能忍着啊。等等等等等等等，你看你走到最上面没事儿，哎，你看。很多人说为啥没事啊，没为啥啊，就是他嗯的时候呢你已经过去了啊，对不对？这个地方设计的按理说如果正常玩啊确实考验你的反应速度啊，但事实上呢我反应什么反应速度啊，我只要往前一走啊，绿色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啊，什么OK， 科纳米啊，这科纳米做的游戏啊太多了啊。
那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奈雪啊，给大伙表演。我好像之前解说过这个啊，然后这次给番茄哥做，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